来了，我叫子豪。哎，行了行了啊，我没有那么多时间。看你小伙长得太不错，还得出来相亲呀、啊。早知道现在找对象这么难，就应该在小时候定个娃娃亲。还挺幽默哈，可是幽默又花不了钱。我时间宝贵，说下我的要求啊。第一呢，我永远是对的；第二呢，如果我错了，参照上一条；第三，如果你做错事的话，不用跟我道歉。要是道歉有用的话，要那些包包、首饰、奢侈品干什么？第四，我每个月给自己花很多钱，如果你要娶我的话，必须每个月给我打10万。对了，你工资多少钱？5000。我2万，你5000有什么资格来相亲啊？你干什么？累，站起来。你刚才说一个月想要10万是吧？一年呢不算年终奖，就是120万，一年是8769个小时，52万5600分钟，一分钟就算2块2毛3分8厘，咱就呢取个整，我算你2块2，咱们现在在一起待了5分钟，正好是11块钱。这儿呢是100，剩下的钱呢是不用找。你比我套路深，会撩人，圈子大，后台深，但是我这比你干净。忘了跟你说了，我是一天挣5000。我算不上流氓，也算不上仙，可就是看不惯这人间，我不好。